他跟我私下说，他对，看来是什么？但是他没有说出来。我是告诉他，问题没有传达出来，转达出来。他挺好的，他跟我一样，身上会用的东西装硬币。你的猜对了，下次李总可以带。我说我的包包里面，你如果直接猜的对，里面是拿个币的，很多这样的。里面是澳币，你知道吗？你猜对了，里面澳币可以拿走。 拿走也没用啊，这个我补贴起来这些小不拉的钱，不值。我跟银行的，不会的，还有开玩笑。我说中国人保管货币人达到欧洲的水平，那说明就见鬼了。哎，我给你忘了，人家一说就搞笑。在国外那个人家保护多好啊，那个。你能猜出来吗？我猜不出来。我就没猜准，真的喝了一大杯酒。那这个猜的是动物身上哪个部位的？你已经是。 第一步走对了，你第一步走对了，确实是动物身上的，这个部位应该很特殊的。哎呦，你又进一步，又进一步。Ask is a feel okay, Jack? 你看，我是 OPP 培训的，两天，我觉得他就是，他悟性高，悟性高。不过很重要一点，在 OPP 里面，对他马上就感觉到这是动物身上的。 原部件、原部位，所以才有这样的造型。Hello， 师傅。OK， 就是。老板叫师傅，公关。德语是叫师傅。德语叫师傅。英语他不一定，德语他不一定知道。对。但英语我也不太懂，你们叫杰斯。boss，boss，boss 就是老板了。那是英语。 那德语叫吗？你要用英文的吗？他是讲英文，你要用英文。万一你讲了德语，他听了用英文的还倒霉了。对呀，他不，算什么？猜出来了。我觉得我能想到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。确定？你最后再确定一下。可以。最后再确定一下。他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。可以的。可以的。可正是吗？ 不知道你说，应该是点到为止哈，点到为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里吧。啊，点到为止 ，OK， 点到为止。猜对，没错，就是袋鼠身上的，雄性袋鼠身上的。第一个哈破，然后他挣不到钱，厉害。那他第二个，李德宝，李德宝这挣不到钱。我昨晚他。何总呢？其实也第一个。哎，你是第二个。算算你们两个。 算出来了，那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，相不相？一人奖一个货币，你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跟这里面有几个？哎，够你的，只能拿一个，不能那么贪心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私底下谁拿最多？你拿最大的告诉你。别拿桌面上数。这个很像那个。你也很不理解。这是斯特华克的一个货币。什么？什么？ What did you say? Free the coin. Okay. 这个你拿最大的，只能拿一个小的。小的才值钱，小的才值钱。是吗？小的之前的吗？最大的是5毛钱，小的是2块钱。我们不打算使用，不要它价值，我要它的。小的那个。Good luck. 我送人送的少，你现在这边大要想，越小心。你看那个拿那个，我很多啊，我很多国家的，我到北欧去旅游，我都各个国家我都保存，这个保也可以，我不少。哇，你看，但是都是欧洲。